这里有值得等待和寻求的东西，街市井然，岁月静好，广州的风景和从前不一样了，但我依然喜欢它。对相爱的人来说，对方的心是最好的房子，而对我来说，酒店是旅行时最好的家。有的风生水起背后是坚持到底的匠心。I'm a fan of Mandarin Oriental Guangzhou.